老师，对，我跟你刚才我们的朋友点唱中国歌曲，中国歌曲啊，老师，我既然是代表天皇的，你点的歌我不唱，那是丢脸。我给你不给你唱中国歌啊？所以你点中国歌曲，我好歹把你的点的歌名都唱出来，你才算数。我唱中国歌，我跟你讲，我这人什么不行，喝了酒什么都可以。什么中国歌？中国歌，也唱中国歌曲。什么歌？好歹把你的歌名唱出来。什么歌？那是一条神奇的天路。真的醉了嘞！真的醉了啊！没有拍掌，我就不唱了啊！接下来唱，刚才朋友我对得起你了。一条天路啊！这姑娘，我唱完了。啊？唱完了？这姑娘，是唱完了，我唱没有人拍掌，就是这么算了。我跟你讲，谢谢你们的合作，不拍掌啊！你要唱什么歌？好，为你们带来这首《干一杯》哦。对对对，应该。你唱来唱歌啊，是？那是干一杯来。然后呀，第二层天轮呐。谢谢少林佛善堂，谢谢。然后呀，坐在第二层天轮了。谢谢我们在座所有的朋友，代表天王，感谢你们。结束了，我们今天。